好，先写第一个字，垃，垃圾的垃。垃。另一个字同音，拉开门，拉。另一个字是提手旁，垃圾的垃是提土旁，急，垃圾，左边提土旁，右边念急。阴邪，垃圾，急。沾，三点水，一个沾。阴邪，沾水，沾湿。沾，懒，懒得。懒于，懒，左中右三部分。懒，思，撕开，撕裂，撕，提手旁一个撕。是动词，有时候运动过度会造成肌肉撕裂伤，撕裂，肌肉撕裂会很痛。碎，破碎的碎，碎，玻璃杯很容易破碎，碎，碎裂，最常用的还是破碎。